你这次让黄鬼龙兽被我打败吗？对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要打败你。哎呦喂呀、啊！嘿嘿。啊，怎么掉下来？这次用狂野龙兽打败你。我攻击你的正上方。哦，狂野龙兽一开始就跟第一山头拳非常强烈的攻击。哦，飘。哇，两个人在继续缠斗，飘过呀，差点饿、啊，第一山头拳输了。啊，这次既然被狂野龙兽打败，看我这次我可以派出哪一只呢？我要用万象宙斯。好，可以。万象宙斯不就强？是不是？万象宙斯要打败你啊！万象宙斯，非常稳定的已经占据了中间位置。哦，好，飘，我攻击你，攻击你，准备子弹，攻击吧。我，哎，加速轮盘，哇，飘，两个人撞在一起了。哇，看来目前两个都还很稳定的旋转，到底谁会撑到最后呢？因为几乎是同时间结束，平手。哇，又是一个平手了。好，那看来我这次要派出天翼战神了吗？我派出这个天翼战神。快！你这次派出谁？万象宙斯吗？你这个是好像是狂野龙兽。对，狂野龙兽。好，天翼战神。三、二、一，爆裂吧！哇，我的天翼，你的狂野龙兽怎么在屋顶上面跑啊？结果你输了，哇、哦，太吓人了啊！怎么会跑在上面？